为着要庆祝一年一度的父亲节，七股的地球社区发展协会甲卖厝的业者，做伙为社区长辈安排一场欢庆活动。除了快乐的唱歌跳舞，也温馨的奉茶，希望会当伫这个特别的节日，和长辈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。阿公阿嬷互相抓零，搁再欢喜对着老师跳舞拍一照。这是地球社区发展协会为了要庆祝一年一度的父亲节，甲安南区的帮中业者合作，特别举办一场欢庆活动，甲社区长辈做伙同乐。啊，父亲节我们走入社区，好、哦、啊，就是防撞啊，就是结合他们在地啊，走进社区，好、哦、啊，大家那个促进大家和谐。现在乡下地方都是老人的天下啦。啊，我们感谢市政府哦，有这个设备，这个活动中心，让我们的老一辈可以在那边活动。啊，刚好借个机会办这个父亲节，祝大家父亲节快乐。会当看到阿嬷帮阿公西装打扮，也会当看到长辈热情跳舞。这次的父亲节活动非常丰富，业者进入到社区，除了安排红茶，也向阿公献唱歌曲。现场是非常温馨又个热闹。今仔办一个爸爸节快乐的活动啊！哦，啊，算安尼真欢喜啊！妈妈节是吃龙虾，啊，爸爸节是走啊无半个，啊，走啊，啊，阮无吃龙虾无要紧。今仔日吼是安尼快快乐乐啊，跳舞安尼过日安尼，大家安尼心情安尼快乐就好安尼。社区甲业者做伙陪伴长辈庆祝这个特别节日。除了让这些阿公有一个快乐又温暖的父亲节，也是在活动的笑声当中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。记者沈文仪，七股区采访报道。